大家好，所有铁粉网友大家好，我是许恩，我是唐新奇，欢迎收看新恩秀。哎呀，我们今天新恩秀到底秀什么给你看呢？今天要秀的可多了，我们今天不但可以听到我们唐新奇呢唱非常好听的歌送给你，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来谈谈看所有在新人期间或者是社会新鲜人期间，你们出来社会上面要找工作干嘛的话，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波折嘛，对不 对？一定会的嘛，尤其是社会新鲜人或者新人的时候。好，当你遇到工作还或是没有通告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这时候很糗啊，你该怎么办呢？哈，哎呀，这个不管是社会新鲜人也好，新人期间一定都会遇到说，当你失业或没通告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嗯，有时候社会新鲜人一出社会找了第一份工作，做没两天就被开除了。对，因为完全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脚步非常快，他没办法适应就被开除了嘛，对不对？嗯，你没有办法适应环境你就被开除，那你没有办法适应环境呢，我说实在，你不要想办法就是去改变它，你要懂得要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生存下去，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好，我们这个新奇也这个做过社会新鲜人，当然也做过我们这个演艺圈的新人。那在这个你遇到失业的时候或者没有通告的时候，哎，真的很难为情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怎么办？你都怎么办？我当然是会先稍微好好的努力思考该怎么办。最主要是要先思考，就是独自思考，花个两个月时间思考。没有，通常不会那么久，大概一个月已经够久了。哎呀，一个月啊，半个月到一个月以内。我的天哪，我两天我就已经觉得好久了。我是说以内，以内啊，对，因为通常以内是个国家呢。没有啊，不是啊，就是最如果可以很快的话，当然就是一两天的时间，一两天的时间。对，然后如果这个需要一个比较永久的规划的话，就是会自己规划久一点。这样子啊，对对，这个说实在，如果我们这个在当新人的时候、新鲜人的时候，或者说不要说新鲜人，就算即便你是已经社会的、已经这个中间分子了哈，或者在这个新人里面呢，可以说已经演到了一定的一个辈分的时候，遇到失业或没通告，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要懂得调试。所以说，人家说你当艺人也好，或者做什么任何事情也好，你要有一技之长。对不对？一技之长非常重要，你不要小看哦。这个一技之长就是说，你如果万一这个工作没有的时候，那我要该怎么样有第二份工作？哦，我要怎么样有副业？对不对？哈，当然，你用兼差吗？兼差太贵了，不，孩子，不要，开玩笑，不是，开玩笑，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说实在，你刚刚讲的没有错，真的，这个要用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对啊，有些人一思考两三年，哎，这两三年后呢，他还是在思考。不可能这么久吧？因为那就干脆不要，有办法撑下去吗？自暴自弃，因为家里有钱嘛，自暴自弃，对啊。家里有钱应该不用思考。那万一遇到说家里没有钱的时候，自己又没有钱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是一般的新人，不要说是艺人啊，是说一般的上班族的话，如果突然临时被炒鱿鱼啊，被 fire 啊，或者是就是自己辞职的，突然之间没有工作的话，除了边思考的话，有可能真的都想不出来的话，像如果例如我，可能有可能会随便先找一个工作先挡着，然后继续在工作的期间开始继续思考。如果说很缺钱的状况啦，但是如果说还好，我就不会那么急着一定要赶快去安排一个新工作。我可能会好好的思考该怎么办，就是会想说是不是应该继续做这个行业，然后该怎么去做，然后该怎么继续拓展这样子。对啊，如果是像以前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嘛，就比较不懂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赶快先看看有什么工作，想一想，然后上网查一查，但是到最对查看那个啊，就一些征才的啊，可以先找一份适合的或是兼差的，好，先做一下，等到你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我们再去换，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不会马上找到适合自己，可能会先随便找一个大概可以拖时间的，然后那
个东西也不用花到什么头脑的，可能就是那种可以简单的应付的啊，你不用应付很复杂的，例如像什么工程或者写程式的太难，就是说你的头脑可以放松，但是很简单的一般的例行公事的那一种，就很简单，你可以应付的来那种。可能如果缺钱就先挡着，然后但是整个头脑都在想说，接下来。要去找什么？当然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些社会新鲜，或者已经社会的中间分子，或者演艺圈演到一定的一个那个时候，万一没有通告或失业的话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失业了哈，那我可能就是这个主要的行业我没办法的话，我在失业这段期间呢，我可能会先像你所讲来兼差，打零工，或者我把讯息发出去。散发给大家说，我现在需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哈，先暂时先撑着。那因为现在网络科技也发达，很多人在失业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可能会从事网络的工作。网络，比如说这个网络这个直播也好，啊，或者在网络上面这个电商平台也好，或网络上面这个很多很多的方式哈。那如果说艺人没有通告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艺人没有通告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艺人就靠通告才有办法维持你的整个生活嘛哈。而是整个开销，那没有通告是怎么办呢？有些是说，哎，把这个讯息散发出去，来有来者不拒，有任何通告都接，啊，有任何戏都演，啊也哎，总是让大家还看到说你一直在目前有一直有曝光嘛，没有消失嘛，哈，那久而久之机会就会来了。其实呢，在你没有通告的时候或者失业的时候，你一定要随时都要准备好，把自己的保持一个最佳状态，因为随时机会一来马上抓住，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这是真的。真的，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好好的冲刺，一定会有第二春开始的哈。所以在失业后面通告的时候呢，不要仗着你年轻，那我告诉你哦，你不要仗着你年轻，阿伯给呢，我讲不通阿伯给呢，不通我伯给呢，我个笑脸了，对吧哈？很多人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年轻呢不要留白，年轻呢是年轻，但是。明天和意外谁会先到，这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要好好把握当下，这很重要。很多人这句话很有道理，很多人是没有机会活到老，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到老。如果你能够活到老呢，那你要好好珍惜。为什么？因为你有机会到老，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到老的，可能到一半他就走了，年轻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所以你说要不要把握当下，当然要把握当下，就算失业也好，没有通告也好，我们就好好的努力去把自己维持一个最佳状态，然后好好的呢去慢慢的去找这个工作。但所谓的慢慢不是说急没有用，你可以先散发这个讯息让大家来找你，对不对？这很重要，对不对？我的话可能如果还不是真的很缺钱，可能会自己再多让自己更好一点，就是可能进修充实，对，充实自己，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太肥减肥，然后写一下自己还要作曲。对啦，我自己是很爱写歌，可能就会多写一些歌，然后但是不是一直是不是只有我的话，例如说还有一般就是一般的艺人的话，可能我觉得就是会赶快先写下来说，我自己比较想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然后朝那个方向去做这样子。对，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的话，就赶快该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目标，就是好好的思考一下这样子。对，这个我们这个刚刚讲到空窗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哈。那如何在度过这个很危机的空窗期？不管是你是社会新鲜人或中间分子，或者你是艺人的话，在遇到这些事情，不管在社会上只要是求生活、求生存的，都遇到失业或者没有通告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来，我们听听我们新奇先为各位带来这首歌曲的曲。哎，这个什么随缘哟？有时候真的还真不能随缘的。这个有时候虽然说有些人讲啊，不看鬼，那随缘了，对吧？随缘有时候也不能说太随缘了哈。太随缘的话，会真的都没有了哈。来，可是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你的好朋友陈雷大哥，是，对，陈雷算是这个很成名的一首歌。对，但我觉得他的歌词非常有意义，大家可以好好注意一下他的歌词。你这首歌是大家朗朗上口了，陈雷是我一个很尊敬的一个前辈的，这个算是我父亲辈的啊，不，开玩笑的哈。来，我们听听看，我们新奇为各位带来这首歌曲，就是我们陈雷陈大哥呢，他唱红的非常非常红的一个歌曲《虽然》，哎，还没带好哈，还没耶，好，马上来，马上。没关系，这个带麦克风主持一段时间，在趁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随缘好了哈，应该差不多了吧？对，来，我们听完随缘以后，我们再来听听看如何度过这个空窗期的时候，来。
好，来。这个是随缘嘛，哈，随缘呐，哈，无缘不缘呐。这个随缘就是我们陈杰大哥唱的歌《随缘》哈。什么事情真的是要随缘？刚刚我们聊这个空窗期的时候，其实很简单，要如何度过这个空窗期呢？就好像你感情遇到空窗期的时候，要如何度过？现在我们是工作方面遇到空窗期，要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随时把自己保持最佳状态，不要失智，也不要觉得说失己，慢慢讲啊，你没信心，没关系。
这哭不已把哭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必须要十年功。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保持最佳状态，最好的状态呢，然后呢，迎接再一个新的挑战。在这段时间呢，千万就是不要这个失去信心，对，保持最佳状态。空窗期呢，总是会过去的。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呢，好好的抓住它，好好的表现就没有错了哈，是不是这样？对，好，我们今天这个新恩秀在这里呢，再告诉大家呢，就是说在空窗期除了保持一个最佳状态以外呢，还有就是说最佳状态以外呢，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不会说在，这个很糗，然后就没有再遇到工作，那命运怎么办呢？老师总不能说这一生中一直在空窗期嘛哈，教你如何在。遇到空窗期的时候，有一份工作是你可以值得效法一下的哈。好，我们新恩秀今天到此告一个段落，下次继续收看我们新恩秀。如果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呢，可以私讯我们 CCTV 的小编，会为你做最棒最棒的服务。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这个创作女神唐心琪她的最棒的那个精华片段、精选片段，重新来过来。